用。我现在人在库加，玉子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明天要搭最早的早上6点的火车去函馆，所以今天先在这边住一晚。那我刚刚来这边 check in 的时候，因为它是自助式的，那我就在那边按密码，按完之后打开盒子，看，啊，钥匙嘞，怎么没钥匙？是不是在外面下雪、刮风？我在那边等，等人家来这边帮我处理。然后后来我进来房间的，然后就是进来先开暖气，然后还有那个电热水器，开电视，然后用用，然后啪掉电。然后刚刚又再试一试，啪又跳电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只敢开灯，还有用洗衣机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有点奇。
仕様できました。